上礼拜忘了来乌日看我，没关系，这礼拜再来就好了。期待明天有特殊雨，希望我也希望有。日本会看到帅哥吗？在路上的机会不大。我也有去过日本，日本的帅哥都在哪里哦？不过日本的女生，日本的男生都穿西装啊，所以在路上看到的时候都还蛮好看的。因为女生喜欢看男生穿西装，女生喜欢看男生穿西装，尤其是日本男生穿的西装都很合身，就会看起来干干净净、很利落的。尤其是有些女生喜欢男生去解开那个西装的袖子的扣子啊，去摸他的。去摸西装的袖子，女生会很喜欢。OK， 汉森，谢谢哦。然后我觉得很奇怪，日本人家穿的西装，日本穿的西装很少黑色的，不会什么其他颜色。可是男生穿，台湾的男生穿西装就很像防重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台湾男生穿西装都穿得像防重一样。真的吗？我没有。没穿吧？台湾男生穿西装不是像八加九，不然就是防重。啊、不然就是做生命事业的。谢谢，我知道 Made in Taiwan 比较优，谢谢谢谢。那是店家那个。对哦，这是这边几块钱呀？这几块，这几块两把。这两把，哎，这边几块钱？还想给你？会。你们会主要清理，一块嘛清理。1200